现在在的地方是草屯的九九峰，那峰就是爬了一段，我现在好像到了 0.5K 的位置，就可以看到所有下面平林市区的样子，非常漂亮哦。而且这个步道就是建的还不错，就是非常的舒服。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景色，如果假日你想要就是免费的行程，然后又想要流流汗运运动，我觉得这边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哦，推荐给大家。如果有来就是九九峰健行步道的话，一定要上来走看看，因为走到上面你就可以看到这样漂亮的景色。